就得走一走动一动嘛，对不对？是是是是。所以呢我们现在往老街里面走更进去一点，嗯，在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听到咯。哦，听到什么呢？就像宫崎骏的电影，嗯，货真价实的风之谷，光是漫步在街头，你就能听见风造出来的数十种声响。是的，我相信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听到了，像是古玩店里的风铃声，嗯，还有呢，杂货店里给小孩子玩的小风车的转动声，转动声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人类就具有向上看的本能，妄想着征服高山，也向往着冲向天空，最后穿透云层，试着探索宇宙。面对着如此无垠的宇宙，人类打造了探测器，持续发送一个重要的讯息：我们人类秉持和平理念而来，期待着与你们接触。在太空中，一个名为卡蹦的外星民族正在进行他们最喜欢的活动，啊，就是战争。那是一场在卡蹦星球的 M911 行省的18742区域的小会战，双方呢原本打得不可开交，但是突然间一个来自宇宙另一端的电子信号传到了他们的耳里。Hello， 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1.7， 欢迎您收听《翻身台湾岛》，我是小谭，我是小龙。说到这个疫情啊，无法出国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，对啊，对。那何不趁这个机会探索一下呢？哎，一定要啊。说到这个台湾啊，无论你是塞车、失恋，哎，那还是读书，或者只是放空，啊、放空也行。对，啊，今天呢出不了门，我们就用声音带你出去走一走。好哦。哎，你知道今天的主题什么吗？今天不知道。你当然不知道。接下来我要告诉所有听众朋友，今天咱们的主题呢，啊，就是老街。哇哦，老街，也许您的这个脚步暂时到不了，对吧？但是您的耳朵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出游。没错。哎，哥，讲到老街想到什么？我会想到贵三三的土产啊，除了钱之外想点别的吧。啊，没有了。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啊，就是除了贵松松的土产之外呢，其实还有老旧的店铺，你要符合老街的氛围嘛。那当然也要跟您说，在这条老街的入口处，哎，有间小吃店。对，那说到这家小吃店呢，它的这个招牌就是半桌羹了。那这里的每个人的这个早餐呢都是吃这玩意儿，都吃这个。而且呢，半桌让人想到的是什么呢？哎，你打板的配点搓吧，对吧？没错，除了搓吧之外呢，还有很澎湃的感觉。对对对 对。但是呢，半桌羹是用半桌常见的配料，像是洋葱，哎，好吃，葱段行，扁鱼香，还有鸡公虾，哎，下去呢热锅爆香啊。哇，爆香最棒了！哇，当你听到爆香的声音的时候呢，
接着就要把大白菜、笋丝、红萝卜还有干香菇用热水滚烫一下喽。水烫是真的不错哎，哇哦！那当你听见了上次的一个感觉之后，真听到喽，电台的听众朋友们，哎，你是不是有感觉到了呢？你的舌头有好多的味蕾同时在跳伦巴喽。我也，哎，等等哦，这边有个最新的插播消息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个消息是说，台北上空有不明物体盘旋。拜托，不要再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我没开玩笑，这讯息可能搞错了。逛老街嘛，拜托。对，咱们现在吃饱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呢，我们赶快喽，就得走一走，动一动嘛，对不对？是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往老街里面走更进去一点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会听到喽。哦，听到什么呢？就像宫崎骏的电影，货真价实的风之谷。光是漫步在街头，你就能听见风造出来的数十种声响。是的，我相信所有的好朋友们都听到了，像是古玩店里的风铃声。还有呢？杂货店里给小孩子玩的小风车的转动声。除了这些怀旧的声音之外，还有非常特别的，有一间日式料理店。好吃哦。哇，走到里面就觉得特别的温馨哦。当然这个日式料理店的前面呢、有一个小型的水车，就日式的那一种水车嘛，水跟风这样哗啦哗啦下来，它会不停的转动，其实就像走进时光隧道一样，带你们回到那个古早年代。对，然后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又有插播，说电台附近呢有不明物体降落。拜托，不要煞风景好不好？在电台附近吗？真的假的？对呀、我们想要一个完美的结局 ，OK？ 哦，卖卵了，拜托。我是觉得是有点可能，这个消息这边有点，哎，不对、啊，我们的声音这么有魅力，广播的讯号如此无远佛界，是，我想这该不会是卡蹦人？听见我的广播，也想来逛老街吃美食吧？来呀、欢迎啊！这真欢迎啊！当然欢迎。这有什么不能欢迎的呢？对不对？这个我是觉得，当你这个外星人哦，是要来，这、好像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这什么东西啊？你说哪个？这个手啊！哇，好大的手啊！这真的是手？什么？因为卡蹦人认为我们地球人的广播声音太厉害了，所以卡蹦人准备带我们走，然后用我们的声音当武器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好吧。哎，我觉得这样也不错，刚好呢可以趁机会去外太空玩一玩。是的，我们的翻身台湾岛就要变成翻身外太空喽。我们广播人声音太强了，现在直击全宇宙 ，Go！ 没想到一段广播剧竟然引起了星际大战。